你们的宵夜都吃什么、啊、台南的学生太幸福了，茄汁欧姆蛋包饭，超大的香酥炸排骨炒饭，难怪我都受不了，太嘎好矮嘿梅森。今天带各位来到位于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的老同学灶咖、哦、他们在这里已经喂饱学生好多年了，餐点种类非常的丰富，有吐司、脆皮蛋饼、炒饭、炒泡面，还有欧姆蛋包饭等等哦。年轻有为的老板就是希望大家全天都能品尝到各种料理。这个超大块的排骨炒饭啊，听说吃过的人没有不爱哦。今天剪片剪到肚子饿，和友人点了一桌，准备好好慰劳一下五脏六腑啦。这里可不是常见的夜宵店哦，许多菜色都是老板自己研发，想要品尝这些味道，只有在这里才吃得到哦。这个排骨炸的金黄酥脆，腌的也很入味，让我吮指回味。超厚的烘蛋吐司就好像在吃大阪烧似的，还有这个客家人最爱的控吧、哦、皮 Q 肉弹，再把这个蛋黄弄破，看它缓缓流出来的样子，那疲惫的心就好像被治愈了。这里还有超多好料等着你们去品尝哦。刚刚有提到客家人爱控吧嘛，老板其实也是一位客家人哦，所以出现炒板条应该不为过吧。各位，我又肚子饿了，走吧，我们再一起去吃吧。